驾驶多年了，累是会累啦，时间长什么累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时间都不一定。那个吃饭是主要是不准，就是一直冲，一直冲，冲到真的是很累的时候，你就停在那个 bus stop 睡着去。应该算第一个家才对，没有得瑟就没有家。女儿见面的时间就会比较少，有时差不多一个月只是看一次，可是她还会说啊，妈咪你开车小心一点。两个是最重要，是不要生病，生病你要回去，健康比较重要啦。想女儿，我的女儿过得比我更好。我每次在公路干什么事情，他都担心了。每个礼拜哦，就看那些 family 带孩子出去了，因为我想到我的女儿真的是很可怜，连没有时间带她去玩啊。这两个月没有休息了。我虽然是没有时间去陪她，可是她会去关心你。就是说让我觉得很高兴的事。出国了。最好了，出国都没有，好像没那个，没去想了。我的女儿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This is what matters to us. It's what matters to the drivers. Today I'll be your driver. So come with me. Hi. Hi. Thank you.
tickets for you all the way to Bali for two. Very nice, 真的是 official 的 Spa massage. Okay. Oh, one whole year. We think we actually help you to fulfill your wish one additional time as well. Okay. So I want to present you with four tickets to Korea. Oh, South Korea the end of the year. 我没有想到，真的是给我真的是很意外。什么都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给我个 supply 啊！哇，真的感动啊！我说，哎，为什么他在这边？我都不知道他在那边呢。嗯，就好开心，他也是很开心。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因为有很多人，一群朋友 support 我，还有 GrabTaxi 的支持，谢谢 GrabTaxi。 我没有想到会送花给我，因为我觉得主角是他。当然啦，看到花我会很开心啊。谢谢 GrabTaxi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good 啦。真的是很 special for today， 真的让我很感动 ，for 我的人生走的这一步。谢谢你们的公司，这样让我更有冲劲，都跟。 对你们的公司真的是很感谢。Thank you, GrabTaxi. Thank you, GrabTaxi. Thank you, GrabTaxi.